谢谢大家，虽然可能不是为我来啦，但是就是不要这样，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就是因为我明天一大早6点就要走了，就是8点多飞机，就是会非常想念台湾的一切。然后我绝对不会哭的，因为今天早上企鹅熊的，就是因为我是企鹅熊的背手，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对，企鹅熊的鼓手还有传简讯给我说，哎，男人有泪不轻弹哦，对，所以靠背哦，绝对不会哭。然后就是对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还是大家还是一样，耶、yeah ，好，这样就对。对你不要太久回来，不然可能会看到我抱一个我大的肚子，然后没有开玩笑的，我还没有预计要生小孩。没有，我说我还没有生小孩，然后你说你还要一阵子，吓我一跳。你干嘛接话接得这么好？他是说他还要调音调一阵子。我想说，哪有男生在台上这样拒绝女生呢？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那个墨镜戴起来。今天第二首歌也收录在《野子》第2张 EP 里面，然后上次。